好的，客服，目前我们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北卡夏洛特市区附近的一个投票站。我们今天在这里呢，也看到有陆续有一些民众进去投票。投票站呢是早上6:30就已经开放了，一直要开放到今天晚上的7:30，一共是13个小时，供选民来进行投票。那根据目前最新的选情呢，拜登是排在第一位的。那四位参选人目前的情况，第一个就是拜登是26.7%的支持率，第二个是桑德斯23.8%的支持率，布隆伯格是15.8%的支持率，沃伦是11.1%，可以看来差距还是比较大的。那目前还有一个变数呢，就是昨天和前天呢，分别有两位民主党主要的参选人分别宣布退选，并且呢两个人都支持拜登。那他们这个退选呢，会不会在北卡来为拜登来增加一些选票呢？我们今天在投票中呢也可以看出来。另外呢还有就是，其实呢为什么这四位参选人今天都没有选择在北卡呢？也是因为北卡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分化的一个地方。像是我们今天也注意到，所有四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的竞选总部呢，都在夏洛特市区或者是市区附近。因此呢，可以看出，其实整个市区呢就是民主党的地盘。另外呢，在夏洛特周围的这些地方呢，很多地方都是特朗普的地盘。那我们也看到，昨天呢，特朗普是选择在超级星期二这么前夕这么关键的一个时间点呢，来到了北卡，来到了夏洛特来举办一个竞选集会。可以看出呢，特朗普呢是对北卡呢是非常的重视呢，因为2016年北卡就是他和希拉里争夺非常激烈的一个州。那现在的最新民调的来看呢，特朗普无论是民主党四位主要参选人谁最后被提名为民主党的候选人，特朗普现在的支持率在北卡呢都是不敌他们的，尤其是排名第一的拜登，现在拜登的支持率在北卡是比特朗普高出了3.4%。因此呢，我们也预计在整个大选中呢，特朗普也是一直会回到北卡来进行拉票。客服。